大家好，我们现在又来到了 Good TV 幸福学堂。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符合我的期待，不符合我的期待的时候，我也没有其他的幸福可想。伍自珍老师从1976年开始任教于台中东海大学社工系，培育无数台湾顶尖的社工人才，也曾经担任台中生命线主任，挽救过无数濒临破裂的婚姻或是宝贵的生命。他更是台湾唯一一位领有国际理情心理治疗督导师，他擅长使用 REBT 的理情疗法来了解自己情绪的问题，同时也能与他人有良好的沟通方式。因为他有这个独特的背景，所以其实上课有一种蛮特殊的他风格的幽默，这样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拿出来和他讨论，然后你就会收获很多。从他把自己的孩子带入到课堂上面，到跟他先生的相处，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活教材。然后如何经营这个美满幸福婚姻的生活，那我想这个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刚才说关怀之外，真诚之外，另外的技巧其实都隐含在其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部分。2011年，伍自珍老师从教职岗位退休，但是他退而不休，仍旧全球跑透透，四处演讲，只为将30余年投身在婚姻家庭等研究与实务经验分享给大家，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幸福人生。我常会觉得说哈，吸引我们的条件常常跟我们相处的条件，我想各位有经验的一定会觉得想有没有说到相反，不知道，至少是不一样的，对吧？对。所以在相处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功课，所以我想今天有一个蛮不错的主题，我就觉得嫉妒。刚刚闲聊也听到说有人很希望他的对象很会嫉妒，代表我自己够帅哈，我自己够不错。可是现在来看看说到底我们嫉妒在我们这个关系里面的影响是什么，好不好？我先问问大家过去有没有曾经吃醋过的经验？有的请举笑脸。哇，除了一位特异功能人士之外，其他的都有哈。这位9号的特殊朋友为什么没有吃醋这个需要？吃醋也有需要吗？我是不太清楚。但是呢，我有交往过2个女朋友，几乎都是他们吃醋比较多。然后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印象中我没有吃过醋，但是我从他们在跟我反映他们吃醋的时候呢，往往我在跟他们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一个重点，就是不够信任。所以当他们不够信任的时候，可能就容易产生吃醋。然后但是对于我而言，像相同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就还蛮信任他们的，所以我就不容易吃醋。所以你讲出一个很好的重点，就是一般我们都认为吃醋就是你不信任我。那有吃醋经验的哪一位可以稍微说一说？吃醋这件事情其实都多方，大部分都是真的是有问题。因为其实彼此之间在一起那个默契很重要，你跟我的那个默契让我有感觉到怪怪的。因为我们通常吃醋都是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人他出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再跟他反映，他就觉得我们是吃醋。所以说凡是吃醋者势必有因，对吧？对，也一定是有原因。所以吃醋，而且女人的第六感，所以吃醋是有理的。这个我们来想想看，是不是吃醋是你的敏感是不是正确？我们其实值得思想的事情，到底嫉妒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不信任，或者是因为没有把我那么在乎放在第一位或者唯一的位置，所以他会做出一些行为，对吗？但是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吃醋的时候你吃醋的时候，对方会不会生气？对方会生气的，请举笑脸。好，有几位？好。有些是不会生气，说说看为什么？因为我几乎不吃醋。
哦，所以当我吃他醋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很高兴，说哎，原来你也会吃我醋，然后他就觉得被在乎，然后原来其实我在你心中也有一定的程度的地位，所以他其实反而会很高兴。所以吃醋有它的正面意义，是不是这个意思？好，提高我的地位，表示你是很在乎我的，是吗？哦 ，OK， 但是也有生气的哈、哦，那你可以说说看。我觉得是因为我太太喜欢看韩国的偶像，在看偶像的时候就不太理我，就会帮那个偶像取一些外号啊，或是常常不由自主的开那个偶像的玩笑，他就会有点不高兴，说你干嘛一直要针对那个韩国的偶像这样子，然后我就原来他生气了。那我可以稍微问一下，他如果嫉妒对你很迷某一个韩星，你会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像刚刚那位，他吃醋的时候，他男朋友好高兴啊，那这边吃醋，为什么你不高兴反而生气呢？可能也是因为觉得有点心虚吧。因为是真的是喜欢偶像这样，那知道说虽然这两个好像不能相比，但心中还是有喜欢的感觉，所以就会觉得说有点那种更小灯羞气的感觉这样，恼羞成怒，对，就有点说你干嘛一直亏他啊这样子，有一点心虚啊，一点点。有趣的是，当你真正在喜欢那个看韩剧的时候，或者很喜欢的偶像，是真的心里有一点被吸引吗？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即使已经有这样，我们已经交往很多年，后来又结婚，可是我觉得其实你看到异性可能还是会有一种吸引力或心动的感觉，那可不代表说影响了就是我对我先生的爱这样子，那可是当然那个吸引力还是会让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这也很有趣了，就是到底我们要跟那个影比较吸引我们的情感有点波涛，上下的起伏的那两个对象到底应该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或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感情，或者我们应不应该生气，我觉得这个都很值得探讨哈。那我想吃醋这件事情刚刚有谈到说有的有好处有的有坏处，到底对我们的这个关系上面的影响是怎么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者当另一半他的醋坛子打翻的时候对我们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好，我想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主题句好吗？喂喂，何姐，是我，这要多久啊？ OK， 当然不能让他知道啊。好，喂，脚崩了，好好，快点。那我们改天再聊好了，今天先这样子，好好，拜拜。杨怡，陈达，真的是你啊！哎呀，好久不见，十年没见了。对啊，怎么样？啊，你好吧？你看你一点都没有变啊！哎，陈大哥，你才一点都没变嘞！怎么样，最近好不好？哦，我之前啊，在伯克莱医学中心做了几年研究。啊，我听说了，不错啊。我最近想要回台湾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业。那很好啊，恭喜恭喜！哪有？哎，给你一张我的名片，来，参考一下，参考一下。哎呀，来，参考。哎呦，杨怡，杨大医师。哎，你拿什么大医生？你结婚没有？还没啊，哪像你这么好命。真是好久不见。是啊。哎，这陈大哥，你要出门啊？啊，对，我要赶一个通告。是啊。哎，那我们就电话再联络了。OK。OK， 你要打电话给我，好，好不好？电话联络，他住在老家，老家给我，好不好？好 ，OK， 好 ，Good， 拜，电话联络哦。OK， 陈大哥，开慢一点啊。拜拜。妈，明天我和一个朋友见面，那我不回来吃晚饭了。跟谁见面啊？你们要聊什么？
跟一个老朋友啦，你不认识的，不要聊得太晚啊。嗯，好。嗯，陈达，你还喝酒吗？你早就不喝了吗？走了，拜拜。喂。哎，Jennifer，是我，陈达。啊，陈达。我找柯姐啊。啊，你等一下。啊，他走了哎。哎，他有没有说他去哪里啊？没有哎。哎，你怎么会问我？他是你老婆哎。哎，不要这样子嘛。啊，好了，那我知道了。我打个手机好了。啊，好，谢了啊。啊，拜。好啊。好，拜。吃了饭没有？吃过了。你今天下班以后是跟谁去碰面啊？怎么这么急的就走了？啊，你找我吗？干嘛不打手机啊？其实没什么事了，就去碰碰你嘛。我跟人家有约嘛，所以当然赶过去喽。跟谁碰面啊？你不认识的啦。说来听听啊，说不定我认识啊。哎呦，拜托。我小时候的邻居嘛，你真的不认识啦？男的。你少无聊了好不好？干嘛吃醋啊？八九啦，真的？哎，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啊？哎，没有，只是我真的很高兴啊。这事情你先生知不知道啊？他还不知道，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哦，不过真的是憋死我了。哎，看得出来了，哎，真是难为你了哈。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哎，我再跟你讲哦。好。所以这个倒是今天呢，中午碰巧在你的电台附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请你吃个中饭，结果正好你不在。那你为什么不先打电话嘞？我是一时兴起嘛。好奇怪啊，干嘛突然对我这么好，要请我吃饭啊？嗯？你今天中午是跟 Jennifer 一起吃饭是吧？对啊。
知道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不用再混了，你知不知道？我没戏可拍了，你知不知道？那些偶像剧的明星，他们会演戏吗？上上下下捧在手掌心里面，哎呦，好帅哟，好多 fans 哟，票房有吗？会演戏吗？给我一个小角色演，那种角色随便找一个临时演员就可以演的角色，给我演干什么？是时候我是不是？我再不屑了。坐一下吧。哎，今天妈去社区中心，家里没人开火，那我想呢，我们两个反正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所以我来找你。奇怪耶，最近到底吹什么风啊？怎么常把你吹到我们电台啊？你这什么话？老公跟老婆吃晚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需要用风吹的吗？嗯，来，忘了，那。谢谢。等一下，我自己接啦！哎呦，喂，真的吗？哦，真的，太棒了！谢谢谢谢，好，我知道了，好，拜拜。谁啊？朋友啦。这么高兴？对呀、啊。比跟我在一起吃饭还高兴。哎，陈娜，你明天有没有通告？干嘛？有没有嘛？两点，下午。知道了，吃饭吃饭，走。喂，你好。哎，喂，啊，请问一下柯杰在吗？对不起，他现在不在家，哎，请问哪里找他？哦，我是杨怡。哦，没关系，那我再拨他手机好了。哎，谢谢哦。喂，喂，杨怡，喂，搞什么？杨怡，你到底跟我太太搞什么？人还是很生猛的，我们不喜欢竞争的人在旁边。要是我把我这个东西拿走，只要有一点这个动作，我就开始全身紧张，我就开始来捍卫我这个所有物，对吗？他看到我很专注的在做报告，但是他经过之后他就吃醋。他吃醋的原因是说，他经过我怎么都不知道，怎么都不知道他有经过，我怎么不看他？啊，这种东西真的是无解，而且还没有对象，而且这个对象现在是我的工作跟我的功课。好，刚刚大家都看了一个剧哈，主题剧，你们看完以后有没有什么感觉，或者你看了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太太的行为怎么样？那先生的行为怎么样？有没有过度反应呢、啊？还是 OK 呀、啊？太太事情没有讲清楚，还导致先生后面一连串的
反应。那如果我想给他一个，他可能是因为怀孕，所以不想让老公知道，想要给他惊喜。可是他可以用别的方式去跟老公讲，而不是用你不认识啊啊，你不用知道啊这样子态度，反而会让老公觉得现在我们两个一起，你怎么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反而才会担心。我觉得那个先生也很奇怪，就为什么不直接问？很好的问题。要问清楚就不就都 OK 了吗？对对，问清楚不是就 OK 了？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不问？面子吗？想知道答案？有可能，就是有点想逃避，对不对？对，怕知道之后是他想的，然后他反而会更崩溃，所以他宁愿就是保留一点，看老婆会不会自己讲出来。可是我也觉得说，这个老公的个性在剧中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会想很多的，所以他老婆可能就觉得说啊，老公个性是这样子，所以跟他讲太多，他反而会想更多，所以他想说那干脆先不要讲好了。对，那我觉得老公可能本身自己蛮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也很好，也是说到底要讲多少呢？对吗？你好像如果讲得太多，可能这老公又敏感，对吧？那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其实这也很有趣吧。那我们现在来想想看。到底嫉妒是不是不应该，或者是说我们为什么会生气？我们刚刚稍微收集一下，大家的反应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嫉妒到底是什么哈？嫉妒是正常吗？我们有的时候会不太高兴别人嫉妒啊，是因为嫉妒是你不信任我。如果你信任我到一个程度啊，你就不会嫉妒，因为你应该很了我嘛，对吗？你应该很知道我这个人怎么值得你去怀疑呢，猜疑，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呢，就是认为你不够爱我。你如果爱我，就能更了解我，更包容我。我自己常常都是挑战这个爱是什么，哈。那我常常以为爱就是很神奇，很有魔力，什么都应该知道。我常常会说，爱好像我们常常以为，爱就变成我们变得通灵。我不太了解你，你不太了解我。我们两个因为爱，我们突然之间在看着你。我就完全知道你心目中只有我，没有那个前男友，所以我就不会一点都不会长出什么嫉妒或吃醋的反应。如果长出吃醋的反应，就觉得你一定不够爱我。你爱我深的话，你一定会了解我。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迷思。我想大家有这个交往的经验都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啊。爱除了是相爱之外，还需要学习。那我们来看嫉妒是什么？嫉妒是不是正常？其实嫉妒就是爱得太多。所以你刚才七号同学说，你嫉妒的时候，对方会觉得很开心，是因为哎，终于证明什么，你是爱我的，我在你心目中是很有分量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是压力，对吗？我们有人家有嫉妒的时候，我是觉得很麻烦、讨厌，你为什么要嫉妒？可是如果完全不嫉妒呢？也不行。你心里觉得怎样？好，我跟一个男生这样勾手在路上，那男朋友过来看到我，嗨，他就走过去了。我们心中滋味如何呢？好像也不太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来看说，嫉妒是一个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很自然呢？因为就是爱嘛，对吗？你爱就有独占性。我想其实人还是很生物性，生物性的是我们不喜欢竞争的人在旁边。所以当你觉得这个是我的东西的时候，我只能放在口袋里面，对吧？非常安全。突然另外一只手从我这边要稍微把我这个东西拿走，只要有一点这个动作，我就开始全身紧张，我就开始来捍卫我这个所有物，对吗？所以嫉妒就是这样。其实嫉妒就是你发现有另外一个可能对你的关系有点威胁的事情也好，人也好，或者对你的自我价值会产生一个挑战的时候，你都有一些什么酸酸不舒服的感觉，因为这时候你的安全感怎么被打破了嘛。虽然我们在两个相爱的过程里面，不管是婚前婚后，我们都可能因为对方过分的吃醋啊，或者是他的反应让我们觉得很不爽，可是要能够谅解是说他这样的反应也是什么，也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因为他就是希望拥有你嘛。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讲说爱情的能量啊，其实是非常大的。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哈，你没有谈恋爱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你谈恋爱会长成什么样，对吗？好，你都以为说我自己真的很理智，我可以很怎样，我这种一谈恋爱就变成什么，就是很不理性，或者就会把里面一些完全没有整理过的思想
把它勾引起来，对吗？我以前不会这样乱想的，可是我现在就会乱想，就会想说，啊，你这样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你这样是不是对他比较吸引力了？对吗？所以这些东西都常常会引起我们有一些麻烦，但是你如果妥当的去处理这些麻烦，对你的感情方面的问题一定会有帮助，或者你关系一定有帮助，这是一生要学的功课哈。所以我在这边要讲的一个小小结论就是，不是不可以嫉妒，而是说你嫉妒的时候你的理由是不是合情合理。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在那个主题剧里面，那我想是合情合理，的确是应该要引起我的嫉妒心的。可是有的时候或者是说，哎，他去跟团契的契友商量一件事情，是不是我就应该要吃醋要紧张，或者是说我应该要遇到这个状况我应该要怎么说或者要怎么做，就像刚刚说要怎么说，那这个事情不会成为破坏的分子。好，我想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刚才说吃醋合情合理哈，我说要合情合理，对，要合情合理，不是吃醋是合情合理，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好，要合情合理。像我之前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后来就因为要做专题报告，女朋友就从那个教室门口经过，她看到我很专注的在做报告，但是她经过之后她就吃醋。他吃醋的原因是说，他经过我怎么都不知道，怎么都不知道他有经过，我怎么都不看他啊。但是我会跟他讲说，因为我专注在于我的工作，或者是我那时候正在做报告当中这种东西真的是无解，而且还没有对象，而且这个对象竟然是我的工作跟我的功课，像这种东西，这算合情合理吗？你知道，像我们做治疗的，通常不会说是还是不是。没有，其实我这样讲，这是一个好的问题。这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嫉妒的时候，不只是去嫉妒另外一个异性，有的时候我们嫉妒我们在对方心里的地位。比如说，好，你陪我现在，想你陪我去干嘛干嘛？你说不行哦，我现在下午约了跟我的哥们打球，这心里就很生气了。怎么你会选择跟你的哥们打球，而不跟我在一起？那我在你心目中算什么呢？对吗？这时候就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就像你刚刚说，好像这又是一个迷思，感情的迷思就是，如果我们两个彼此相爱，在你的生命中就应该怎样？只有我怎么可以跟打球分享呢？你应该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所以，如果从这个念头来看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要有个观念，人是有各种需要，对方绝对不可能满足你所有的需要，对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为什么会去教会服侍这么多，而把时间留给我？他有服侍的需要，那他有打球的需要，他有读书的需要，对吗？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两性上，虽然多么不愿意，可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需要，而这个需要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去满足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如果能够接受的时候呢，那么如果他很投注于某一些事情是他很有兴趣的，或者某一些东西是他觉得非常要花时间的，我们也许可以谅解。好，所以我想这个观念的改变是蛮重要的。像婚后最常面对的就是双薪家庭，所以夫妻都在工作，那有时候太太在工作上是比较强势，那或者是太太已经工作到有一个职位，所以他可能在职场上发挥的空间就比先生还要大，那这个就变成也是一个嫉妒的原因，那也是夫妻之间关系变得很紧张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的成就，比如说两个人的成就有的时候不太平衡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引起这个比较。其实人的想法是很有趣的，我就稍微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公式。这公式就是说，我们通常会 A 一个事实发生，但是 C 就是我们的情绪啊，比如说我看到我的太太薪水这么多， C 我心里就不舒服，可是绝对不是因为太太的薪水高引起我的不舒服，是我对太太薪水高这件事情的什么解释才引起我的情绪不好。那我就有个 B 这一块， B 就是什么？针对你的事件所引起来你的解释，你的想法，你看他的薪水比我高这么多，
那他一定瞧不起我，对吗？那如果这样不平衡下去，那我在家里还有地位吗？好，那我们就会联想，知道我们会乱想，联想就联想，你看，难怪他现在看我的眼神多么不屑呀、啊！啊，那这样继续往下就有个结论，那我们这样的婚姻怎么能够下去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的想法是非常。非常它充满了创造性啊，然后充满了幻想，所以有的时候就搞得搅得我们心情很乱，然后对事实也不清楚了，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从来不求证，我们就说一定是这样，你看，而且一直去找证据，对吧？你看他现在看我的眼神也这样，你看上次吃饭的时候他居然不让我付钱，哦，瞧不起我，我在赚钱比他少，你了解吗？你就东扯西扯，越来证据越充分，然后最后你就觉得事实就是这样，那这些要怎么沟通呢？我想我们等一下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老师，像刚刚都是说，像刚刚我们都是在讲恋爱的时候会有的，吃醋的行为。那如果我们在那个交往的时候，是不是尽量不要去讲说我们前男友或是前女友的情况？这也很有趣，到底该不该说？我请问大家一下，说该说。说该说的，对，说该说的，那意思是什么？先摸清楚他的底细，看他是哪一种类型的，他能吃醋的边界在哪？可以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就说到那个程度。哦，是。那再往前的东西就忽略。所以意思是说，就对方能够承受多少，对，我们就来说多少，是吗？可是我觉得全部都要说。如果你说了，对方觉得他可以接受，可以就是。不要提那、啊、你们感情还是一样好，就是代表这个真的，他真的很爱你。你恋爱经验应该很多。后面那位老大哥要说话。没有没有。好，我想这就很有趣的，就是我们要来看看说，哎，到底我们要不要告诉我们现在交往的对象以前的恋爱史或者恋爱故事？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好吗？要做到就是说，所有的照片，所有的什么。那有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事实说清楚。老师，我有讲，那时候我有跟他讲清楚，我说我就是好奇心很重，想要去问那个男生到底是怎么样。对，但他就不理解，他说你干嘛那么好奇？因为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并没有回答他心中的疑问。你在我心目中，这有点恶心。好，那我们现在回来，五号同学好像说，我们要不要告诉我们现在交往的对象以前的恋爱史或者恋爱故事？该讲讲的话，就是一定会有争吵，可是就是一定经过一些磨合，这种爱才会越来越长久啊。好像跟六号是情侣嘛，目前还是嘛？啊，对，目前。OK, 非常小心。你们的状况是什么样？他有跟我讲说，他之前跟这男的，就是这男的有追求过他，在街上的时候就遇到这个男的，他的女朋友跟另一个男的走在一起。对，然后这女的，对，然后我女朋友就会说，哎，这个他女朋友怎么跟另一个男人走在一起？那我就会很关心那个男生。对，他很好奇，很关心。然后我就说，我就会问他说，你干嘛？就是干嘛去关心别人？他只是想出于一个朋友的关心。对，然后他呢就好像会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对朋友的关心，那他有点过度的反应了。我会怕就是我吃醋他也会生气，他会觉得说我干嘛小题大做，就我反应很大，还是。所以好像对五号同学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一方面已经承受吃醋的压力，可是一方面又觉得吃醋的反应可能女朋友会不高兴，所以我该怎么办呢？那我现在随便问一下各位，觉得说他的吃醋合不合情合理？哇，不合理的多一点哦。你说说看，为什么不合理？如果你老婆这样，你会不会？我应该是不会。如果我生气的话，如果这件事在我如果我生气，我是觉得我心里会想说，这样子是因为我不够爱他，我不够信任他，我就会觉得好吧，我相信了这样。可是他这样子想，心里面的结还是没有解，那你还是会积在这里。那哪一天如果这个结爆炸了，那不是就很可怕吗？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会事后再去问这个问题。所以好像我们就慢慢讨到回到一个方向，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了，对吧？好，就是我们刚刚从上面我们谈到，就是说嫉妒好像很自然，
好，而且你已经有嫉妒的心了，不管你是不是合情合理，不过你就已经嫉妒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总是要做处理，对吗？好，那当然我们要怎么说或者是怎么样沟通让对方能够了解，我觉得这个技术也是非常重要，我就来看看我们可以怎么说好吗？接纳了解对方嫉妒的人性表现，这个几乎是第一个态度的建立，也就是说我们要先接受对方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他很在乎我，那我们中间因为他嫉妒有些冲突有些压力，那是什么？那是很自然，不是不可以或者是对方是错的，而是什么？我这个是我们两个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处理不当就常常坑坑洼洼的。所以我倒是觉得有一个提议说，你们的相处或者情侣的关系啊，这婚姻的关系，任何有冲突有压力的时候，不要觉得会讨厌那个给你压力的人，你不要这样不是就很好吗？我们就很快乐，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想。可是各位，我们有可能告诉你不要这样想，你就不想了。所以就变成你要帮助他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的心态跟心情，你刚刚说的心情就会比较好。那在这第二个我们要怎么说呢？要看重对方的需要呢，是因为爱他的缘故，所以他的需要是什么？担心，对吗？他可能担心你对他的爱就失职了，你可能爱对方了，这个担心对吧？你就让他安心，所以就变成你必须要说的，不要一直去argue，你为什么要这样想？我原来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啊！你为什么？这都没有什么意义。那另外要鼓励他的价值，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以后，我就觉得我人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两个在一起有多开心，这个部分一定要先讲，因为这是他担心，他怀疑，对吗？所以这时候就把事实说蛮清楚的。可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事实清楚是什么？我们要讲事实，不要描述。其实我跟他是没什么，像这一类的，好，其实他不过是，哎，我们随便聊聊，这些都是描述，对吧？描述不会让人家安心哦。你要让他事实，希望讲，其实那一天是下午5点，我正走在路上，这时候我就看到他，然后我就说，那我自己，哎，到底他现在的女朋友？他现在的女朋友到底有没有在跟他在一起？他怎么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你知道，女人是心里很好奇的。那有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事实说清楚，那不要在外面那个地方走来走去。老师，我有讲，那时候我有跟他讲清楚，我说我就是好奇心很重，想要去问那个男生到底是怎么。对，但他就不理解，他说你干嘛那么好奇？因为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并没有回答他心中的疑问。你如果讲完这个，你再说，我只是好奇而已。可是你在我心目中呢？我那个以前那个男生哪里有得比，对吗？如果他要追我，我早就跟他做男女朋友。有，我有讲这个。有吗？有，我就说那如果我要跟他在一起，早就在一起啦。可是你没有说那一个，那一个？你在我心目中，这有点恶心。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是靠恶心那些起来的，没有恶心就演不下去，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就给他的需要，他需要地位高我就给他地位高，可是我不是虚假，我是很诚意的说，真的跟你在一起我觉得我的生活好充实，像这一类就是地位稳固的这个感觉的时候，他就比较不会那么计较，所以为了省麻烦，该说的还是要说哈，用爱心说诚实话很重要。有爱心是什么？他伤心的事就不要讲，你不要描述很细节，我也很诚实，我就告诉你，我以前曾经跟他去到哪里，然后我们做了所有什么事，那这是第一任哈，然后第二任我这就不需要，因为什么？那是诚实没有错，可是没有爱心，对吗？你爱心他可以承受多少，怎么样说他会比较愉快比较幸福，你就朝那个方向讲就可以了。那所以如果当对方有嫉妒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看到你这样生气，抱歉会让你怀疑了，我知道你是爱我的缘故，我可以解释一下吗？我只是找他商量什么，下次我会更小心一点。你这句话就不是为自己辩护
而是为对方的需要来说，这样说法就会比较妥当。因为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在表达，可是就变成彼此争执，因为我一直在辩护，其实我没有，你其实不需要这样，那就表示什么？我们用道理来代表代替什么？爱跟接纳，爱跟接纳是要超过道理。我想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一直在说要怎么表达哈、啊、对着他说 OK， 我等一下再教你怎么回应好不好？ OK， 好，看到你这样生气，抱歉让你怀疑了，我知道这是你爱我的缘故啦。我可以解释一下吗？我只是找他就是商量一下，那下次我可以小心一点。好，很好，句子是很流利，但诚意不太够。我就稍微跟大家点一下小小的这个嘎，就是你只要不要讲那么流利，话就比较真诚。是哦，真的。真的吗？真的，看到你这样生气，我觉得蛮抱歉的。因为我想你这样怀疑，一定是因为爱我的缘故。好，但是我可以解释一下吗 ？OK， 那其实我当时是怎样怎样怎样。好，可是我想我的行为是会让你怀疑的啦。我真的很抱歉，我下次可能会更注意一点，你觉得这样好吗？好真诚。不，我的意思是说真的要很真诚，因为有的时候反而是说你越熟的人越说不出这些话，可是这些话是很重要，你要让越来越觉得我们两个心是可以敞开的，我真的是可以说我心的话，那这个真的会有的时候这些用心做的时候常常会解除一些我们中间的冲突。好，那当他说完以后你要怎么回应？你说如果直接他是这样说，那你会怎么回应？好，我知道你很爱我，我可以就是想已经想清楚了，就是我不会再想那么多。我不会再想那么多，这个也有点这个保证的太多你做得到啊？对对对，其实我们都是回应对方需要了，比如说我一定要先说我的行为造成对方什么，这个还是要说，这样对方才会觉得说你都替自己找理由。比如说我很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这样敏感，可是你知道你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讲很重要，我很怕失去你，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好，那我知道我这样的反应对你来讲一定是不舒服，好吗？那可不可以这样，下次我有一些怀疑我就来问你，那你就解释给我听，这样我就可以安心，不好意思让你这样帮我的忙。了解我的意思吗？没解啊，这样就是不要把任何不愉快或者两个的压力归罪于造成压力的人，这个常常就会使得我们对方会不愉快。我觉得他吃醋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很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我话，就让我觉得好像在被审问一样，所以我就会开始有点不爽，回答他才会比较不客气。客气，对。所以好像你是提醒我们一点啊，就是说你在问有关，比如说让你猜疑、怀疑，或者你有这个吃醋、嫉妒的反应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样方式来问，其实是蛮重要。其实我觉得诚恳是很重要。因为要走一辈子嘛，如果要走一辈子，这个事情就是要解决，那用一个好的方式解决跟一个我们堵烂的方式或者是我们逃避的方式，其实说起来还是好好解决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男朋友他的前女友，就是如果他已经跟我坦白说他要去见面，跟前女友见面的话，你觉得我要答应他吗？如果他要去见前男友或者前女友的话，最好是你们两个一起去。一起去，你会说那也许会更会让你心中的疑惑可以解决，你就说如果你要去见他，可不可以我跟你一起去，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认识你的前女友或者前男友，你觉得好不好？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会避免蛮多的误会了。那如果这样，我想我们日常生活总是无法避免会跟其他的异性朋友，对吗？相处，那我们会不会有些什么原则哈？我想就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哈，如何跟其他的异性朋友互动第一个就是挑选
合适的时间跟地点，不要引起恋人的误会。比如说早上一点，两个人说去夜市碰面啊，像这个就不是太适合。第二，避免自己去陷入诱惑。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会因为其他的原因孤单啊，或什么，我们可能会陷入一个诱惑。比如说跟一个人，你就觉得哎，跟他了解的聊得很多很深等等，这个要稍微有点警觉性哈，我觉得。好，要有界限，对对，即使自己坦荡荡没有异心呢、啊，那也不要因为对方的嫉妒就认为他实在是很不合理，也要顾念他的心情跟需要。我觉得如果彼此照顾彼此的需要，然后彼此相爱，我觉得这条路是比较甜美的。老师，我自己也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说像因为我之前因为喜欢那个韩星嘛，然后老公有点吃醋这样，那我后来就是因为说，因为教会的辅导有给我一些的提醒，我就觉得说，啊，当然韩星是遥不可及嘛，我又不可能跟他在一起或什么，可是我知道说我的先生在乎，所以后来结婚之前呢，我就决定说把我的电脑里面就是那个偶像的照片都把它杀掉。当我愿意为我的先生放下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更爱我。那我们之间的那个嫉妒或者是那样的冲突，其实我觉得就化解了这样。所以我觉得被嫉妒的那一方也要采取实际的行动，让对方安心。嗯，所以自己也要做一点调整，是不是？也是顾到对方的需要。对，就是为了爱他，爱他的缘故。OK。可是像他说，为女朋友现任的女朋友多做一点，这 OK。但是有必要做到，就是说我全部都丢了。所有的照片，所有的什么什么，通通都不要。因为有时候，对于我们男生，对于我啦，可能会觉得，哎，我根本就那前一段早就都结束，但是这是我的人生的回忆，对回忆，或者是这是我记忆的方式，这样啊，这他根本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跟感情是没有关系。对对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你的最主要的优先顺序在哪里啦。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的。比如说你讲的很有道理啊，这个是过去的记忆，对我现在一点都没有意义嘛。可是如果你拥有就使对方不愉快跟他不高兴的话，那我的优先顺序就是，那我可能就是为了他的需要，那这个可能要舍去也说不定。你老师这样会让我们有一种感觉，会觉得那他的占有欲真的是太强了，因为他连我的记忆都想要夺取，可是那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回忆，那留下的都是美好的，那并不表示我还是在那一段关系里面。我觉得应该是要告诉对方，重点是现在是谁在位置上，不是在看照片，在看过去的礼物。常常道理不能解决我们的人际关系，懂吗？比如说道理来讲，你不应该在意这些东西。可是就是人就是很有情感的动物，他可能就是在意，这就是现象跟事实。那我是他的伴侣的话，我就要帮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就变成所谓磨合比较困难。就是说我常常觉得这没有什么，对方觉得那很重要，那也许我觉得很重要，对方要觉得那没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你干嘛要这样想，你必须接受他就是这样想的人，那你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原来就是这样。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我还是会讲，就是我们人哈，常常是蛮自我中心的啦，所以我们的条件呢，对方跟我们在一起的条件，我们常常变。我举个例子，如果结婚前我们就觉得一个女孩子温柔很好嘛，对吗？没有错哦。没有。可是婚后呢，你不能动作快一点吗？为什么这么慢呢、啊？你就发现婚姻或者是这关系难处，就是我们人常常以为世界上旁边人都要符合什么我的道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该怎样你就要自动怎样，还不需要我告诉你哦。我很生气，现在你为什么没有自动变成很有效率的人？这我非常生气，就忘记你当初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没有效率温柔你才喜欢他，你现在就恨死他没有效率。其实我觉得在相处上，尤其在婚姻上，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人的道理常跟另外一个人道理打架，但放下道理，把那些刀放下来，剩下是什么？剩下是谅解、补足跟满足他的需要。
让他过得开心，那个结果一定最后他的回馈是让你很开心。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谁能软化我的心呢？我觉得神的爱能软化我们的心。你有软化的心，你就会看重对方的需要超过你的道理。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条路就会比较好走，然后常常都很滋润，常常有意外的什么甜美。今天我就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就到这里好吗？喂，喂，喂，杨子怡打电话过来。明知道是陷阱，但是我却不愿意停止走向深坑。或许这一辈子就一次吧，就一次吧。如果每一个人都要追求自己的满足，为什么我不能静静地也满足一下自己呢？